在台北中山区的复兴北路上，有着一家创立多年、赫赫有名、吸引无数家长前来为国中学子报名的补习班。在这里，每年榜单上的高分录取名单，更是同业间望不可及的亮眼成绩。创办人刘谦老师之所以如此有名的原因，其实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家长集合了一群学生，一定要我出去帮他们上作文课，那是走进补教业的开始。从少少几个人呢，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离开了正职，我直接专注在补习班的经营跟发挥理想上。刘谦老师与其底下的专业教学团队，他们在课堂上的教学方式不同于一般坊间填鸭式的教学，他们亲自编纂课程讲义，打造量身定做的课程内容，让同学在会考上无往不利。身为家长，总会担心孩子在科目上的学习落于人后，不用担心，这间补习班所提供的教学科目可说是应有尽有，从国文到英语，数学到自然、社会等等，无所不包。只要来到这间补习班，每个科目的老师都会透过量身定做的教学，让孩子达到最佳的成绩。我们的开课其实就是针对孩子在国中升学阶段的补习需求，所以从小学开始到国中，我们的每一个科目的搭配其实都是很完整的。七升八的时候，那时候原本父母是想叫我就不要再补习了，可是我觉得108课纲国文其实在每一科都占蛮重要的部分，我就想要继续上课。那刚好因为这样子，我会考的时候不止国文，我其他科也都是满几分。觉得老师有个神秘的地方，就是如果你露出一点奇妙的微笑，就是告诉他我不懂，然后他就 get 到你这个点，然后他就会立马再重新复述一次。我个人认为是在有趣的同时也有兼顾扎实的训练，所以才能有这么好的榜单嘛。我们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孩子在学程之外有一个很好质量的一个固定的输入跟输出，给他们有别于以往的启发。